那个时间哈，我们会做调整。OK， 现在就是为 OK 好，那个市政总咨询的时间为五十分钟，请唐碧如，谢谢。啊，你要不要给我多一分钟啊？会啦，你有需要，我有跟你讲，我会加一分钟给你哈。OK。市长，我们事务团队的还有局势所长，主席哈，那个。市长，我先请你看一段影片。阮南部人骑机车就是骑有这顶尖味的，规定哦，规定免用到遐硬啦。路遮大条啊，你好，我好，大家嘛好啊。人生就是安尼尔嘛，无想要停落来哦，嘛是会使等我啦。转角下会遇到啊，十万家好代志随时会发生啦，啊，千万着莫甲闹到位呢。一路拢是好风景，一定爱慢慢来欣赏哦。有缘来斗阵，我互你来学唱歌啦。有话嘛，甲好好来讲。对啊，南台湾好率性，你说奇怪不奇怪？市长，你看这段影片，你有啥物感想？感想哦，看起来我那趣味趣味啦，趣味趣味。哦，啊，当然交通迄个交通规则无遵守啦，所以吼，真侪民众吼。拢感觉讲车行顶是参考尔尔啦，哦，啊，我即马要甲市长吼，你讲吼，其实啦吼，违规拖吊，哦，啊，甲停车位啦吼，这是过去式啊，即马是安那，现在是高架单轨，未来式了，哦，啊，我知影市长你足关心即个交通啦，是，哦，啊，交通对一个城市来讲咧。嘛是上个重要的，最重要。啊，所以吼，你讲吼，这违规拖掉了吼，然后停车位了吼，陈子敬局长，这吼是你甲交通局的这个业务嘛，哦，而且本身吼，针对讲咱交通大执法一个月下来的看法，哦，一个进步的城市最需要的是管理呀。市长，你敢有同意？是上重要的。所以吼，市长，你敢知影？咱台南市啦，哦，一百 CC 的奥多麦机车有100万台哦，小轿车哦有54万台，咱全台湾啦，拢总话有100万台车，哦，啊，至少可用。咱全台拢总1400万啦，1400万台的机车啦，所以吼，咱台南市的密度是占咱，不是台湾了哦，占世界第一。所以，之前本身有啦，问过即个咱陈水扁局长嘛吼，啊，都停车位无够嘛，哦，啊，请高雄局吼来哦多利用公共设施来哦做一些停车位嘛吼，停车场。啊，张局长，你觉得本席刚才讲的啦，哈，这在咱这个市政中心吼，这路口吼，电子看板哦，写上我们台南市的汽机车总数，你干嘛呢？这个数量有没有必要？我们可以考虑了啊。我想数量不是问题啊，跟议员报告，刚刚也佩服。议员的这个影片，我们的市民知道说，提得特别好。台南市，我们还是要守法，不只是只要守法，不管车辆多少，守法，它就会有秩序。你像是全世界
密度是最高的，好，好，请坐哈。所以市长，所以我就是讲哦，咱台南这个城市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咱现在需要是啥物？大众运输啦，哦，咱需要大众运输的时阵，我多拜特别在你这，汽车，哦，蛮不需要在你这。所以，这个是讲哦，我们哦要向前看。拄只我所讲，迄、那个，咱、哦、高架单轨，即马迄个高雄哦，已经哦咧起咧做迄个嘛吼，轻轨啊嘛，哦，哎，迄、那个我真迄个肯定吼、哦，咱唐议员的看法，就是讲咱即摆因为高。因为人口189万人合并了后吼，人口的流动真密切，包括观光客吼，一年来台南市佚佗要到1-2千万人。但咱台南市路本来就足少啊，这个交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那么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讲，你要甲我取缔，你一定要有够的停车位给我。但是他拄仔唐议员讲的一个重点，120几万的机车，50-60万的汽车，咱是无可能提供遐尼啊侪停车位。啊，这几年来，咱嘛增加3-4万的，哦，啊，所以重要的是讲，咱要哪用公共运输啦。过去这四年来，咱的捷运化公车系统已经建制完成，未来会迈向这个啊，对，这个轻高架轻轨。对，哦，感谢唐议员。这个是了，咱在1990年啦吼，咱有规个完成吼，这个一轴三星。市区府城都心、善化南科都心，还有新营都心呐、啊。啊，即马咧是东西线，还是环状线，还是高架单轨？就像启东你拄才讲的吼，高架单轨啦。吼，来，我放一个这個影片吼，做市长看一下吼。是。人日本啊，是安那做的？哦。对。对啦，市长。这是。那个我看，那个古来是高架单轨，哦，这是奥金纳瓦也高架单轨，你也看麦，你也看麦，这种的单轨哦，镰仓市啊，我拄只讲的神奈川县的镰仓市哦，它这种单轨，你也看麦，高架单轨，镰仓市啊吼，伊的路是比中西区的路更加小哦。更加少哦，你看卖有影响到其他的行人，还是有影响到有到汽车征道无？有无？你看卖，人做安尼，这个叫做什么样子啊？这个叫做吼悬垂建造的方式。一定，咱会当吼学习日本的这种方式。是。哦，来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那我们不要像高铁呢？高铁吼、哦，后日本的，后德国的，哦，那是混血吼、哦，所以常常出包啦，一定爱日本坐。你看，不只是讲这个神奈川县哦，这个卡马库拉市、神奈川县哦，而且镰仓市，还有冲绳、沖縄，也是同款。哦，冲绳啊，这是小难，我拢列入，这是我讲的。嗯，看那个看神奈川县，哦，这个、镰仓市，而且高架单轨，哦，连吉巴县千叶县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其中你看，安尼，你看，以这种建造的方式就对了哈、哦，完全对行人。对汽车，哦，对都市的对啦吼，拢足方便，啊，而且拢无应用到，你知道吗？这个镰仓市啊吼，它还有小斜坡呢，它不但说吼，不但说不会影响到车辆，它沿途还经过小斜坡，哦，还经过小丘陵，而且路比中西区的路搁较小。所以市长，你来看麦，这种的单架高架单轨，就是咱台南市需要的，因为镰仓市、甲这个冲绳、甲这个千叶县，
拢甲咱台南市都市的结构结构完全一样，拢是路足足小，路足矮，而且还是单向的哦，啊一条路尔，啊所以高雄的对啦吼，它的单轨电车还要跟汽车争道呢，汽车还跟海运争道呢，所以我希望讲吼，市长是，伫你的任内啦，哦，咱台南捷运会不会动工？台南的捷运，可能我的任内恐怕会有困难，因为这个还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嘛。因为这经费咱台南市单独无人负担，啊，但是咱会做好规划啦。哦，因为即摆交通局迄个评估已经出来啊，啊，咱爱送计划去行政院争取。哦，啊，咱确实是台南市所规划高架单轨，确实是头拄啊唐议员所指教的这款的情形。嗯，啊，我是足希望讲，咱台南市是全国22个都市内底第一个用这款高架单轨。对，所以你看吼，人家高架单轨，你看吼偌方便，而且够小丘陵哦，啊，而且够斜坡，最主要是应用，最主要是伊无占所在啦。对，无占所在，下骹可以当停脚踏车。对，哦，所以这种还是咱台南市需要的，是，因为咱台南市结构，我们都市的结构就跟它差不多。是。哦，所以你若讲伫轻轨对，啊会影响，但是这就是哦高架单轨绝对都没影响，对行人来讲也不会影响，对开车的人来讲也不会影响，对民众来讲也没有影响。你看，一个同贵住宅区呢，同贵住宅区呢，嗯，哦，柯P哦搞了一个玩笑啊，哦，伊讲哦一个。开工典礼啦，24点钟以后了，对啦吼，一定要开始的作业。然后网军啦吼，网友啦，就针对哦朱立伦吼，笑讲哦，三环三线永不实现。哦，这嘛是咱这高架单轨，嘛是咱市民上界关心的，咱台南百年来重大。大众运输的一件代志，哦，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希望讲哦，市长伫你任内会当完成，因为即马小英已经明仔载要就任嘛，所以会当甲小英争取一寡经费，这大概300-400个就做起来。是啦。哦，所以做这以前咧，咱哦。张局长，要把我们的交通做好，哦，交通做好是讲哦，你看这单轨高架单轨就对了，市民呢，因为市民拢骑脚踏车来到停到高架单轨下骹，然后去你坐高架单轨，哦，啊就去上班了，而且这个高架单轨你要看哦。它的造型啊，现在偌济囡仔吼，很想做这个啊。你刚刚讲那球营销飞车，你要看吗？不够水耶，从来没有看到说吼是悬垂式的这个单架单轨高架，所以我是希望讲高雄局长，咱。爱衔接嘛，希望讲，予咱的市民骑脚踏车来到讲，咱要做，咱做好的这哦高铁单轨单架，会当衔接。那安尼呢，咱台南市的这交通的地方吼，绝对足顺畅，也不会塞车啦。哦，当初啦。京都京都的老京都的人民也是反对盖地铁哦。京都的市政府伊投入真多的这个预算来改善公车的这个系统，因为公车、脚踏车到捷运站的最后一里路一定要做好，
啊，无意大利人的习惯就对了吼，可及性很低，谁要去搭？哦，所以分析老主席甲市长讲吼，希望讲咱这高架单轨吼，那做会成就对了吼，是咱台湾第一个。哦，这来讲对咱台湾来讲就对了吼，会使讲吼，上盖适合咱台湾这都市。所做的这个高架单轨，啊，本时吼，因为认为我认为讲吼，咱盖捷运吼有这个必要性，哦，也非常的支持。但是呢，就像市长你讲的，你临来可能无法度来做嘛，所以本时也希望说，下一个接手的市长，爱甲市民有这个共识，哦。因为我拄则讲过，这是咱台南区百年划时代的一个政策，所以讲真正，咱市民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是了。你讲安那？足重要嘞！我以前起来吼，就是讲爱做好规划，哦，安尼后一阵的市长才有法度通继续啦。对。哦，所以我的任内虽然讲无法度通完成，但是我的工课嘛足重要，我是完成第一阶段的工课。好，市长，先市长。谢谢。你有看这张无？市长，这张啦吼，是咱的市民。咱这市民吼，伊持身障卡已经三冬啊。当初是因为目睭出问题，所以。开当摕到身障卡，哎，三年后呢，伊必须要还过去重新办理鉴定。但是八十几岁就对啦，身体绝对会较歹，袂较较好啊。三冬后的今仔日咧，他吼全身瘫痪，然后失智，所以咧，我多啊，为着要办这身障卡。所以哦，咱眼睛侦查的。仪器嘛，对不对？那个验光的机器，对嘛，哈。但是呢，已经神志不清了，所以哦，眼科医生讲，来，你看顶端，看下骹，看这边，看这边，伊拢无法度讲。啊，结果吼，即马开咱社会局啊，二局长，所以安尼医生唔敢。开证明给伊，唔敢开证明给伊。市长，因囝亲身来到我服务处，来甲我拜托，我听得足心酸，你知影？这是咱的市民，这是特殊的案例。哦，伊足想要修法，足想要照规定安尼做，但是咧，伊就无法度嘛。身不由己嘛，伊身体袂做主人嘛，哦，还佫失智啊！医生咧甲问，伊拢唔知影，嘛无当回答，嘛无当看顶眼看下骹，所以看来咱社会局，这个咱新办，对不对？恁知咱新办咧讲讲，恁知影？讲啊，既然这样的话哦，那就干脆不要办身障卡、啊，是这样，你。要伫高铁救人，你也要伫路人救人。市长，医者父母心，市长你做爱心咩？你讲伊个囡仔为着安尼，靠咱社会局，讲都无法度啊，是毋是请医生来到因家来解释鉴定？结果先办来讲，啊，安尼无你个囡卖办好啊，市长，如果是你。你感想安那？是毋是社会局和老局长？议员，歹势，这个是伊先卡去公诉，因为第一关是公诉，
啊，公所可能无解解说啊清楚。啊，伊确实是因为，唔是伊袂当讲，是因为伊迄个无都好靠上去看呐哈。啊，但是来社会局时阵，社会局当然第一个时间可能反应袂过来。啊，无佮佮伊建议较好个建议，但是第二次哈，社会局就想到好个方法，就佮伊讲，因为伊换医生，伊个囡仔无带去原来迄个医生遐，所以阮就佮伊建议讲，啊，是毋是佮等于原来迄个医生遐，佮做一届，啊，所以就原来迄个医生较了解伊个状况，所以就有佮伊鉴定过，啊，所以即个部分，可能有5届啦，因为第一关是公诉遐，啊了。伊才来问社会局，啊，社会局有甲伊建议讲，伊阁倒去找伊原来迄个医生，啊，即个代志都顺利来完成啊。所以，医生甲伊完报告这个案例啦，是凸显出什么？凸显出讲吼，咱个承办的人没有同理心，地线的人员缺乏同理心。第二点，公务人员无法勇于认识。不敢勇于认识。第三点，和民众的观感足歹，民众足无奈，嘛足艰苦，爱搞回答安尼啊。所以是经过我的协调呢，较找来当初改做鉴定医生，较严格呢。所以市长你嘛是医生啊，对不对？我拄只所讲。你这个案件，这是足特殊的呢。刘局长，迄是经过我协调的，我跟咱社会局协调的。我甲议员报告，所以咱这个鉴定的程序，第一关是公诉，我知啦。公诉了会去病院，所以啊，病院了我就是要甲恁讲的对啦。我们都是第一线的，是。当咱市民有需要的时阵，有这个需求的时阵，但是伊本身因为全身瘫痪，无法度，搁去检查的时阵，我们就要想办法，看上什么方案、什么方式，来给斗三工。卫生局长、林局长，跟叶报告，这个物件吼，恁怎偷来偷去？我无偷啦，因为伊是甲病院关系嘛吼，啊，病院是阮去甲这个加入这个团队啦吼。我跟议员报告，如果他真的是全身瘫痪，不是眼睛，就是说他除了原来是眼睛，后来有全身瘫痪，咱伫旧年，咱当时卫生局嘛足积极甲卫福部去申请，啊，伊即摆有同意，只要全身瘫痪或类似植物人吼，咱会使再宅鉴定，吼，倒宅甲鉴定。但是伊若是讲啊，伊是较无难尔，吼，伊毋是讲已经拿到说全身瘫痪这个手册的话，那很不好意思，因为伊啊目睭的问题，伊一定要用特殊的仪器。就算我请眼科医师到宅鉴定，因为伊敢有一个简单的眼底镜，要看内底现象是无法度好啊看的。吼，还佫有一挂特殊的仪器，所以拍摄咱这是大人都会过。但是他如果不是眼睛的问题，或眼睛的问题加上全身瘫痪，我的确可以用在宅鉴定，用全身瘫痪，他就会拿到这个。所以人家属就跟你讲过了嘛，讲伊的瘫痪，全身瘫痪了嘛，佮失智啊嘛，是，所以就无法度去病院佮检查嘛。那你们就要跟他讲说啊，那我们有这样给你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是特殊的案例。跟议员报告，这是有那新的规定来了。我们在跟社会局，虽然是卫福部嘛，都有在一起开会，因可能对医疗较无较清楚哈。那咱跟他讲一解哈，看以这脑所尤其像这些植物人，如果全身瘫痪确定的，那我们会跟医院申请这个在宅鉴定的部分。所以就对了哈，虽然伊有摕到身障卡，但是啦是经过我。来协调，是希望真的真帮忙啦。我不，这咱就讲，所以我希望讲，咱第一线好协调是。哦，咱第一线，咱在官员，哦，要有同理心，要将心比心。今仔如果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家属来安尼的时阵，你作何感想？哦，来下一页，来请坐，林局长。那个刘局长。我看你拢吼袂笑吼，是毋是吼？压力相当啊！因为吼，咱个社会局啦，然后过去啊，等一下，因为咱社会局啊吼，我们社会局105年的预算
是59.9亿，咱台南市的生长人口96,000个人，这是100年9月92,000，104年96,000，咱身心障碍支出就占24亿啊，占咱总预算的41%，咱的社福支出是第一位的哦，占上高的。咱的老人福利支出咧10亿，占18%，所以咱社福支出是第二位。上济的是啥物事？长，上济是讲肢体障碍者34,000个人，占35.41%。第二者的啥物？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12,000个人，占3.3%。所以，咱起户各单位对啦，我们社会局所需要的经费，所占的经费比例是最高的。所以，因为安尼，尤局长你压力足大，你无经费无够，你讲看卖。是足侪，因为社会局有可能真侪人会感觉讲，社会局需要足侪钱才有法度甲代志做啊好，啊需要足侪所在才用甲代志做啊好，所以咱伫确实有影爱真侪即个服务的所在，啊有迄个人的部分，吼需要真侪人才有法度甲代志做啊好，所以咱的社工的部分嘛是一直伫争取，啊另外有啊卫福部有予咱的社工。这个名额哈，啊，咱嘛一直哩建设、哩建制啊哈，啊，这个金额的部分，阮会好好啊来，若讲真正有需要，啊，嘛会当为这个公财，尤其生长这个部分，公财这个基金嘛会当来运作，啊，甲民间的资源嘛会当来运作，啊，所以感谢议员的关心。市长，我拄只讲，市长你有听到了哈？是有。咱社会局占咱所有局处，的经费。医生是上盖者，所以咱老台南指数是虾米啊？就讲在我们台南慢慢的变老，2020年呢是占86%，2016年已经跳到103%，四当啊暴增17%，是咱全国第四老，全国第四老，所以底下这个。这些数据就呈现出说，咱台南市老龄化，而这个代志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面对它，然后来解决。市长，是迄、那个唐议员是，即摆台南市迄个65岁以上的长辈23几万人啦，吼。占咱所有人口189万人内底，差不多是13%外，所以这算真严重的负担啦。对。所以即摆小英总统伊也看到讲台湾社会很重视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也已经提出一个长照2.0的加强版。我相信针对未来台南市各县市要因应老人化这个问题，解决应该有相当的帮忙。但是咱台南市政府所做的不只是这部分尔，就是讲咱要安怎提供，吼65岁以上的长辈，除了照顾以外，健康，啊，佫会当吼参与，就是伊家中有一老，好比有一宝嘛，免得互伊佫把伊的智慧、经验、能力投入这个社会，啊，所以即摆这是台南市另外所哩做的，啊，希望就是讲，互咱住伫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辈。会当感觉真快乐。是啊，就是像市长你所讲的啊，咱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啊。是。哦，至少市长你打造一个幸福城市，哎呦，所有的市民拢感觉伊住伫台南做幸福嘛。是。哦，所以市长。是。台北，来刘局长你请坐。台北啊吼，发生那个割喉案小叮当有无？是。哦，市长，你马上就去学校，你看嘛吼。马上就去好吼，来翻过去。分哦，咱的学生啊，放名气哦，咱的学生啊，
让咱的家长放心，咱的囡仔哦会安全。一般吼、哦，你若分口哨就对啦，哈，分笔啊就对啦。人就是讲，这是咧交通指挥，啊是讲，这学校老师哦咧指导，比如学生回家排队排好，吹哨吹口哨，哦，所以这轰鸣器甲这哨子是完全无共款。所以市长你马上得发轰鸣器给我们的小学生，哦，市长。分析，感觉你这个做法非常的需要，对家足侪家长来讲，哦，伊嘛加足安心的。是。哦，但是呢，市长，咱台南市的小学人吼，小学生啦、啊，拢总偌济人，你知？拢总88,507个人呢。蜂鸣器，而且市长，你敢买用过？蜂鸣器，伊甲口哨。吹口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哇！这种的声音甲口哨完全无同，所以这种的声音会让附近的住家还是商店，感觉讲，啊，若有这种的声音，大家出来看，当歹徒意图要骗小朋友，我游戏卡给你哦。我手机给你，哦，啊，我唔知道哪条路，你会当坐我来坐未？哦，要强行把你拉走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蜂鸣器拉开，这个声音就可以吸引附近的商店或是老师。哦，咱的小朋友危险的，哦，会赶紧出来。所以这个蜂鸣器，市长你慢慢用过嘛，哦。你敢打妄想发出这种的声音嘛？所以这种声音会引起所有的路人，甚至附近的商家、学校老师的注意。好，哎，市长，咱小学吼，咱的小学生啊，有88,507个人，所以本身希望讲市长。在三月护统的专案，动员4,000个人，而且还发这蜂鸣器给小朋友。本身感觉这个做法你足好，本身给你肯定。来，市长，咱这个政策会持续的吗？会持续来执行吗？咱台南市的小学的小朋友，可以每个小朋友都拿到吗？都拿到这个蜂鸣器吗？是感谢唐议员吼对学童安全的关心吼，其实蜂鸣器这是算最末端的保护动作啦，较重要是源头要哪去辅导啊，或者是去协助这些陷入困难的这些，而且他又有伤害倾向的人哦，就是讲包括毒品患啊，或者是精神异常的。的这个市民，啊，甚至有暴力倾向的这些人，那台南市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哈，算是不错，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毒品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防治平台，去年我们是得到104年，我们是得到全国第一名，啊，所以卫生局跟相关的局处投入了很多的心力，那警察局呢，哈，在陈子敬局长的带领之下。对这种有暴力倾向危险的分子我们也都列案在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这一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那这个就可以降低学童在社会上受到伤害的比例那至于说要不要每一个人都发蜂鸣器这部分我会请教育局来研究市长是你知道这蜂鸣器这咱小朋友吼，诶，安全教供应该是教育局的职责呢。对，陈局长，这是你的职责呢。咱教育局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来保护咱这小朋友，安尼因的家长才会放心。结果这蜂鸣器应该是你教育局，你要编预算发给我们所有的台南市的小学的小朋友。这个您无编预算，
这竟然是陈子进局长，这您啥的嘛？我那个是我们妇幼队谢队长，他私人自己掏腰包买这个来当做那个奖品啊，就是有奖征来的奖品，这样送给小朋友这样。所以哦，本是感觉讲哦，你教育局这是你的职责，你有这责任跟义务来保护咱的小朋友，不是讲哎，伫学校的时阵哦，我就保护伫学校的小朋友啊，好好那放学之后哦，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咱今嘛所有好好围墙是拢拆掉呢，随时歹徒都有可能爬上去呢，进去校园呢。结果恁竟然无编医生，竟然是警察局妇幼队的队长，局长。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就诚如议员所说的，围墙的这个大家很关注啊。那其实也在这个市长的支持之下，我们今年呢，教育局在校园安全这个部分，有关于那个防护系统，包括监视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教育局就编列2900多万的经费。那我们上个月我们也跟国教署呢申请要做这个校园防护系统这个部分，也申请1600多万的经费。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哈，市长也非常重视这一块，跟议员补充报告。你有没有补充咱的小学生吗？诚如刚才市长所说的，我们会去评估。你评估？你在评估，你在评估的时候，小朋友就用台式啊来评估。咱汤姆熊当然怎么发生呢？已经发生了血淋淋的教训，你现在在评估，你得爱马上编医生，发落咱所有小学生啊呢，80000多个小学生呢，因的生命安全，你看台北小叮当对着妈妈的后边，那好一个割喉人啊呢，冲出来甲割喉。对，连对着妈妈的后壁都袂安全啦！啊，你即马还要阿个咧要演绎，啊，是不是要在发生事情之后，你们才会再重视？是不是要在发生我们的小朋友被割喉死亡之后，你们才会重视？你们才会积极的来做，来分了作为咱的小朋友，陈局长。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会就是用各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血统啦。其实包括像我们也跟学校，也跟警察局，也跟社区的巡守队，还有我们学校现在我们也请他们就是跟社区的这个商店合作，就是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点都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血统的安全。非常谢谢唐议员呢的关心，谢谢。对啊，上一件哦，本身毛甲你反映啊，哦，甲你即阵讲哦，咱现处时，咱的学校，咱的囡仔已经容纳不下了。我说你们是低估，是不是？果不其然，我甲你讲的，拢一一印证了。即摆啦，咱启明抢风，公立幼托再升几家？公立幼托要搁升几个？要搁升几间？幼教已经是 M 型化，55000的学童，结果只有207间公立托儿所，这时代人哦，不但是讲拼生仔，嘛爱拼抽签呢，局长，政界本身就甲你提醒啊，讲咱现主席已经无法当容纳咱这囡仔。今年猴年，咱龙子龙女，拢足济，但是拢无好人读。你即便是跨学区，也是嘛是无当入面呢。校长，你公立托儿所，我要搁去无？有要增加无？跟唐议员报告，
其实咱即马幼托整合了后呢，即马是拢用迄个国小妇幼吼诶方式啊，吼，哎啊，以前呢社会局迄个托儿所的部分，即马就是有迄个专做专幼的部分啦，吼，所以咱即马是较无托儿所即个设立安尼吼，啊就是讲，伊昨你嘛一直拢甲阮迄个指导嘛吼，讲这囡仔即马也要迄个读幼稚园，吼，实在是有较困难安尼啦吼。那我们整体来讲吼，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县市合并之后吼，咱嘛是拢有增加迄个幼儿园的班级数吼。那因为即规个幼儿园的即个政策内底吼，等于讲伊主早伊都毋是咱义务教育，也是国民教育内底一环啦，吼，所以呢，都无普设这个幼儿园即安尼的即个情形安尼啦，吼，嘿啊，囡仔要读册，所以就对我来讲啦，55,000的学童啦，要拼207间的这个公立的托儿所啦，这就是龙年在龙子龙女要入学嘛。今年入学的是人有较侪，因为出事的嘛。对，今年人有较侪，嘿，是。啊，所以，从上一届本身就甲你提醒啊，讲咱现有的已经无法当容纳，你一定要去增加。结果咧，无增加，你知影？这对家长来讲就对啦，是一种的折磨甲凌迟呢。去抽考啊，抽无到，有够失落。你知道不仅是家长失落了哦，甚至连阿公阿嬷吼都做艰苦。咱教育局你有调查嘛？整体这个私立的幼儿园供给量达到91%，哦，但是实际就读幼儿园呢，幼儿差不多69%尔。对，咱平均吼就是公私立幼儿园，啊，所以就是私立的太贵的嘛，即马经济歹嘛。家长收入无够遐，所以无多将伊个囡仔送去私立的读嘛，唔啊，得爱送来公立的托儿所，因为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嘛，更奇怪，爸爸妈妈拢爱食头路，拢爱趁钱嘛，啊，所以无人顾，就是爱送去咱的托儿所，所以局长，为字面上来看是供不应求。啊，真的是供不应求了，抢公立的抢无，连私立的注册费根本都无法当摕出来。慈济啊，伊校费偌济？30,000。咱的上班族啦，30K，赚30K的上班族有偌济啊？22K，也有20K 的。来，先过下一遍。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咱只幼稚园毕业吧，家长爱搁面对咱国中代课教师的比例过高，还有教学品质的这个问题。我唔知影讲咱教育局是为着要节省预算呢，还是讲光是105年的教育预算就有280亿哦。哦，这是占36.31%哦，这是上济的哦。一般代课教师的薪水大概20,000多块，就是20K 多，比正式教师搁较俗。所以有人讲哦，减班不减师啊，多出来的正式教员这员额，有在边啊处理？你有没有退场的机制？啊，是你会当保证哦，这代课。教师的这品质嘛，甲正学同款。下个学年要招200个正式教师，对不对？在少子化的情况下，我唔知讲咱教育局的政策到底是啥物？是减班呢，还是增师呢？还是讲请代课？家长无啥啥，完全拢唔知影。跟议员报告哈，就是在减班的这个部分哈，是因为这个学生
人数减少的关系啊，哈。那像今年我们国中的部分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哈是减了173班，哈。我们的国小呢是减了94班，哈。其实这个都是少子化的一个自然产生的结果，这样哈。那至于说老师，因为小孩子减少，所以班级数就减少了，哈。那至于我们老师的这个部分，我讲啦吼，咱社会叫咧培训阿公阿嬷吼来顾孙啊，取得证书。或是保姆的这个执照，加入社区的保姆系统，照顾两岁以下的幼儿，每一个月可以补助2000至5000。但很多民众跟本市申请了，说大部分的幼稚园都是三岁才要收，而且两岁的孩子还在保留住，而且表达能力也不如三岁的完整。如果补助只有到两岁，爸爸妈妈平常时拢爱上班，就无多将伊个囡仔送个幼稚园。同款，如果父母其中一个人来未就业，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育儿津贴延到三岁？市长，我看你来回答一下。迄个感谢咱唐议员吼。咱即摆是安尼啦吼，无托儿所嘛，无幼稚园，即摆拢改做幼儿园，啊，两岁到五岁嘛。啊，当然咱即摆是，咱市政府是无迄个能力啦吼，去广设公立幼儿园，讲到207间，即咱无即个能力。啊，另外啦，你若公立幼儿园呐，普遍实施，其实私立的幼儿园，伊只有是一条路修起来嘛。但是徛在一个都市的迄个立场咧看。私立也好，公立也好，拢属于台南市的一个资源嘛。哦，啊，所以咱应该是爱充分运用。所以咱这几年来，虽然讲咱的公立幼儿园还没有达到满足这个市民的要求，不过咱是有增加。啊，另外呢，读私立幼儿园呢，咱可以一年哦1万块，都、就是一学期5000块，哦，囡仔去读幼儿园。大概咱目前是安尼处理。啊，若准讲真正啦吼，厝内啦真正。有困难啊，比如说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他的小孩子不得不去念幼儿园的，那我们可以酌予另外再给他帮忙，这个都没有问题。哦、这部分哈，刚刚唐议员在关心，我会请社会局来研究，好不好？谢谢市长哈，来下一页。市长，你知影讲哦，即马咱台南吼，日本的吼，是大阪嘛吼，欧萨卡是固定的。航班嘛，对，哦、固定航班嘿。但是哦，即马咱台湾机场只有安那呢，只有粤航哦，一家吼的联航。但是台湾人啦吼，咱台湾人吼，拢爱去日本佚佗嘛。对。因为日本哦，较安全啦。是。日本的环境也较好啦。哦。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讲哦，咱台湾人去日本的这个密集度是超过中共的，甲韩共的。加上这些陆客团来咱台湾哦，受限于观光消费一凋零哦，诶，这个模式，所以其实大陆客中国来咱台湾的消费金额大概只有264.4美金，远低于日本的322.2美金呐、啊。所以如果多了这些廉价的航空，哦，来交通局长。我们公安局长，这只是啥物？哪家航空公司的？粉红，我不太看得清楚，粉红色的是桃子吧？啊，这熊，这个这大只你看袂出来？交通局长，看得出来？一个是，都看不出来，都不知道。中间那个是虎航，嗯。对，对不对？中间那个是有个老虎尾巴那个，对啊，粉红色那个是桃子啊 ，peach。所以啊、哦，粉红色的桃子，这些东西安那呢？这是日本的航空公司的子公司。好、哦。今麦这东西，这东西别小港的，嘿。耶，所以起定哦，咱今麦少年人，咱所谓的讲吼、哦，行万里路，哦。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啦。
所以咱是不是当争取这些廉价航空公司？因为少年人嘛，经济较无像咱哦一般哦诶，咱的民众较有法当支付嘛，所以伊他们都喜欢背包客自由行。所以如果有廉价的航空公司来飞去日本，安尼对你来讲负担会减少，是搭乘率也会比较高。哦，那个唐议员这个意见真好啦，吼。就是讲，咱会当来争取日本的廉价航空，来飞台南甲其他、甲日本其他的都市啦。啊，咱是足感谢华航这间公司对台南市的支持。啊，伊不但飞台南到香港，啊嘛飞台南到大阪。啊，我伫遮嘛借着咱唐议员咨询的机会吼，呼吁咱台南市的市民，哦，若要去香港，啊是要去台办附近，啊，拜托大家一定爱坐华航才。好，再给一分钟。对，是对。这是哦，咱旧城新景，咱台南市啊。对。哦、我们台南市需要城市美学。你看呐、啊，来再换下一次，下一张。你看，为民街人行道、人行地下道彩绘。对。哦，来再下一张。哦，这东西为民街哦，人行地下道彩绘。哦。这东西业者哦。会家己做的哦，对，哦，所以吼、哦，咱要台南是幸福的城市，嘛要有台南是美丽的城市，对不对？是。所以咱台南市的地下人行道有十一个，嗯，希望讲市长你交代咱相关的局处，有来当做好较水的，哦，来下一页，市长。是。这是你看这个，你看这是什么物件？新宿车站。对，新宿车站啊，这个这是什么物件？哦，那是一只狗是吧？唐议员，唐议员，我时间给市长哈，跟你做答复哈，三十秒。好，感谢唐议员哦，他都话唐议员提起的这个是为民街啦，哈、哦，为民街迄个地下道啊，也当通告台南州知事官邸。我伫遮呢呼吁吼，我那邀请咱台南市市民哈，那有闲应该去行这条地下道看卖。哦，这就是台南企业，好、哦，台南企业就是杨董事长因对台南的疼心啦。啊，因出来经营这个林百货以外，啊嘛来经营这个台。好，让市长回答完。台南周氏是官邸哈，啊，足水的，内底嘛有这个啊餐点的供应。哦，迄、那个真好食西餐的供应，哦，啊，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吼，啊，我伫遮，哦，鼓励咱台南市市民，若有机会，若有时间，会当去参观。好，谢谢唐议员的发言哈。那么我们哈，稍微让那个我们局处室的那个局长、那个处长们哈，休息一下哈，我们到那个11:30哦开始。